我想你很哦，好啦，我们回去再去吃那个，不，玛丽不喜欢吃甜点，我们可以去吃其他东西。吃我干？等一下，吃我干嘛？哎，你知道柴犬体型会比北极狐还大哦。你现在是瞧不起大只的柴犬是吗？是吗？不可以这样。那每次要住你的时候，玛丽都在上面，确实。然后我就会在沙发上尖叫，我就啊不要不要。然后练金房就会，对，然后有一次不小心在沙发上打架被蓝看到，然后他就哇，经过的时候他就哇。哇、wow, ，这是在干嘛？我他的眼睛看，哇哇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玛丽说：“第一，我就说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没有。”玛丽的兴趣是把人压在沙发上，对，但是他的兴趣，然后他有时候会拍拍那个沙发，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。才不是乱讲。